赛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以为在抓周是不是啊？好，现在请我们的 B 组先往前。哇，让第二组知道要怎么进行了哦。好，第二组谁来负责带领？首先带上，带上之后，我们再请我们的球迷朋友来把这个椅子放好。还记得椅子不一定要放这个位置哦，椅子不一定要放这个位置，你可以随便放。谁是这边要来去麦克风？好，开始请后退一步，后退一步。好，开始旋转时间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好，开始啦。现在我要想到那个宝宝爬行比赛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以为在抓周是不是啊？海姐，这边后退。那个我们要摸墙，还有组员们太激动了。组员们太激动了，来，继续引导，来，只有我们戴绿手套的可以动哦。好，还是分享，好，分享，蹲下来。哎呀，好幸福哦！还没用力翻工啊？慢慢摸，又蹲下又摸，要找什么？那个洞，对不对？纽扣的洞啊，要找到最美的那个。我看这个第三组已经在摩拳擦掌了，时间剩下最后一分钟。哇，掌声鼓励一下啊！我们 B 组花了2分12秒的时间哦，哇，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成功的。那请问刚刚暖男是在？他们围上去。哦，有围上去。他带到这个地方了。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来第三组来看看好不好？没有，这一组来扣加两次没关系哦。好，先穿起来，我们 C 组选手们，来 C 组的选手们，还有我们的这位2266学生，等一下。你的吗？好，没关系，反正他们是266号。Major。好 ，Major， 来，一样，知道怎么玩的哦，享受了哦。来这边，谁要来代表？
好，斑斑，哇，刚好穿的是我们跟好跟满的这个斑斑T，是不是？来看有没有办法这个跟到你的心坎里的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帮我们斑斑戴上手套。来，我们待会不用靠柱子，一样可以围到前面来靠，好不好？